还有，我们还想看恶魔小姐姐，还想看 DJ 君呢。我变成狼人模样，为了你，我这么疯狂，为了你，穿上狗狗的伪装，为了你，换了新疆。我们可能不能再见面，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愿意能去释怀我们一世经典，希望可以感动上天。